在佛门里面，每一天我们都念警钟记，警策自己，是日已过，命也随减，过一年呢，我们的寿命就少了一年。所以这个一般人呢，还在年节之中庆贺，庆贺实在没什么意思。注意想想，寿命一天一天一年年减少了，还有什么好庆贺的？说如果一年一年增加了，这就值得庆贺着。毕竟还是佛陀有智慧，警惕我们要认真努力，在这一生当中啊，求得了脱生死，这个就是正确的了。寿命一天一天少了，那我们就格外要加紧努力，尤其是世尊为我们说的待业往生的法门。善导大师告诉我，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。如果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，把这个法门呢看作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桩大事。为什么呢？无世界以来，哪一个人不想脱离苦海？为什么脱离不了呢？一个就是没有遇到这个法门，另外一种呢，遇到这个法门呢疏忽，还没有把誓言放下，所以在临终往生的时候造成了障碍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深警惕的。希望我们这一生不再错过，那就真正值得庆幸。佛法里面法门无量啊，佛并不是要我们门门都学，是要我们一门深入，不是叫我们门门学，唯有一门才能入，所以要精进，两个门三个门就入不进去了。西方确实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，念佛最忌讳的就是夹杂，夹杂是很难成就啊！不但不可以夹杂世间法了，佛法也不能夹杂。比如说我们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每一天的功课只念无量寿经或者念阿弥陀经，这就是专。除了阿弥陀经之外，我还要念金刚经，还要念普门品，还要念药师经，还要去拜大悲忏，这要夹杂了。这种经呢就乱经了，这个很难收到效果，所以要懂得转啊。我们学佛的人要晓得，无世界以来我们在六道里面受生死轮回之苦，正如佛在经论上所讲，生死疲劳啊。如果这个生死是一生一世的，那我们也就不在乎了，那生死这个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所以生死是大，大在哪里呢？是生生世世永远不断，这个事情麻烦了。过去无量劫一直到今天，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把这个问题彻底就近地解决，我们往后啊无量世生生死死苦不堪言啊，生死是苦海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觉悟的。这世界有路吗？有，不是真的，假的。你能享受这个世间的乐，时间非常短暂，来生怎么办？来生堕到三途，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苦啊！经里面常常形容啊，六道是苦海啊，苦海无边啊，叫你回头是岸啊。所以你要看破这个世界，
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，乐是什么？乐是坏苦。佛法里面举的比喻也很有意思，这以前李老师常常告诉我们，他说你想你吃东西吃得很好，喝口味很乐，如果叫你连续吃个10碗20碗，你就不乐了，乐就变成苦了。这乐是假的，苦是真的，苦不会变成乐，打你一鞭子苦，打你10鞭20鞭更苦，不会变成乐。这个我们要把它想通啊。佛教我们得究竟乐，究竟乐是苦乐两边都没有，那是真乐，身心舒畅啊。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生智慧不生烦恼啊，这个乐。那我们要得到这样的乐呢，离一切苦得一切乐呢，只有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找到西方净土，那是真的是真乐，是永乐。你真能看破了，你修净土的功夫就得了了，没有看破还留恋在这个里面，那这一生也只能说给阿弥陀佛结个善缘，往生没有把握了。觉悟的人一分一秒都不空过，他要用功办道。用什么功呢？看破放下，这叫真功夫啊。什么叫看破呢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像这个经上所讲的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看在眼里，这是看破，一点都不迷啊。晓得所有一切境界无非是业因果报循环的刹那生灭相续而已，念念如是观啊，知道所有现象是刹那生灭，根本不存在啊，这叫看破了。什么叫放下了？在境界里面不起心不动念，不分别不执着，放下了，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放下了，这叫真看破，真放下了，彻底看破，彻底放下了。用这种功夫啊，佛经上的警惕如旧头然呢、啊。从前我们念这句话比喻，现在是真的呀、啊，真的是如旧头然啊。怎么个旧法？除了念佛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条路好走。诸位先生，你有什么本事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能够解决这个问题？没法子。所以许许多多大乘佛法很令人羡慕，我们很想学习，时间来不及。科学家这个警告50年，他有根据的，他不是随便说的。我们的光阴只有50年了，哪有时间再去修这些大经大论？老实念佛，一门深入啊，那这一段时间是足够用，求生净土足够用。不要想到我们在这个世间还可以能住多久，这个念头不可以。要怎么想呢？每一天是我最后的一天。印光大师把死字贴在额头，一天到晚看这个字，提醒自己，我们要有高度警觉，要提醒自己，今天是我最后一天，明天有没有了不知道，不能把事情拖到明天，我今天要干的事情要干好。干什么事情？往生的事情。我每天都念着往生，我最后一定会往生，时候到了，阿弥陀佛一点的接我。